你睇下佢已经咩啦？避免母女当出互动，红欣女女好怕丑。周文琪、蒋怡、徐荣、徐心怡、钟丽琪、洪恩等人今日就齐齐出席活动。周文琪就透露，啱啱同法籍老公喺法国旅行翻嚟，首次离开仔仔长达11日啊！两个人翻到屋企就即刻争住揽 B B 啦。另外问周文琪想唔想追翻个女呢，佢就坦言好想好似蒋怡咁有个女女，不过生小朋友呢啲嘢唔可以急嘅，顺其自然啦。至于同场抱埋 B 女示人嘅洪恩就表示。自己会花多啲时间照顾女女，所以就唔会拍剧等工作啦。而问佢会唔会带多啲女女出席公开活动揾真人啦，佢就话唔会啦，因为女女好怕丑啊。第几次带女女出席？第一次啊，系啊，你问我紧张定佢紧张？我睇佢有少少紧张啊，你睇下佢已经咩啦，开始抖啦。佢好怕丑嘅，其实佢未试过咁多人围住佢嘅，最多人嘅时候都系我哋屋企人一家人或者啲亲戚。是最多的了，他基本上没见过那么多人，即是同一时间啊，他是唯一一次就是他搞这个一岁的生日 party 咯，那次是最多人啊，哇他又喊足几个钟头没停过，太多人，而且他是怕生保人的，